车城福安宫一早涌入大批信徒，把大厅挤得满满满，人手一炷香，虔诚敬拜土地公。 信徒离开前，人手抱一个纸箱，又大又小，这可不是什么伴手礼，而是发财金。农历八月十五号，除了是中秋节，也是土地公的生日。据说这一天求发财最灵验。越多赚越多，还要常常来拜拜。从以前小小的庙到今天那个那么宏伟，我觉得我们的土地公是很有灵感的。 除了祭拜时间，很重要之外，到底拿什么贡品拜土地公也是有讲究。看看供桌上，面包、饼干、寿桃什么都有堆得满满满。据说土地公最爱吃麻糬，拿这个拜许愿比较容易受青睐。是经理人的一个噱头啦，你们接受伊的麻糬，伊人讲，你有诚心在要甲拜，你提什么甲敬？ 那麻糬拜土地公，原来是有些摊商想出来的商业噱头，但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真的误以为土地公很爱吃，只要抱持虔诚的心，返家努力打拼工作，发财愿望才会快快达成。记者邓明、王淑红、SN小组屏东报道。